今天要介绍什么运动？虽然没胸没屁股是我最大的特色，但是要维持胸肌还有臀大肌，要做哪些运动呢？今天先来介绍如何维持屁股不要下垂。第一组就来做深蹲，我都会绑上弹力绳，因为这样有增加一点重量，做起来比较过瘾。然后 hold squat hold squat， 我大概每天至少会做100下。第二个动作，螃蟹走路 squat crab walk， 就是身体保持一样的高度，一定的高度不要动，然后就是左右走，每天能够持续的20下，然后3组。这个动作真的觉得屁股跟大腿都要爆炸。